144位法师登上台阶，一同敲钟，为浴佛大典揭开序幕，道气十足，撼动人心。来自印度的法师感受到灵山法会的难得。So happy, so I feel Buddhism is from India, but I feel now Taiwan is Buddhist country. So like that, we need to have in India also Buddhism. So I'm very, very happy. 诸山长老们来自不同道场，此刻同心同力同方向。我们有愿。但是虽然有愿就有力，可是我们的力还不够大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小小的力来一起随喜这个成就，哦，来成就这个万人的，甚至是全世界直播的这个盛会。我们对佛陀的这种恭敬心，进而影响到对我们的师长、对我们的父母啊，也能够产生这个恭敬心啊，进而对众生呢有个感恩的心，再次展现宗教的大爱、包容和尊重。宇宙的真理只有两个字，叫做大爱，把大爱普遍于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人群、所有学术界、文化界，都把它结合起来，那才是我们的大爱。难得殊胜大法会，宗教家展现智慧，呈现力与美，祈求世界更美好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之光，台北综合报道。